Oh my god！ 今天天气超好，蓝天白云。来到了 Cross Iron Mill， 这里最大的奥特莱斯。跟随我们的镜头进去看一眼。二号口，进去了，好像感觉人还是很少很少，很多店还都是关着，像鳄鱼啊，像 KS 啊，都是关着。今天是礼拜五早上，其实礼拜五下午了吧，应该是一点钟，所以人应该还是可以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现在人比较少吧。然后我们边走边看看，所以 MK 也没有开，前面有 Tommy 什么的，我们去看看前面有 Tommy。 啊，人好少呀，这边基本上本来这边有很多椅子什么的，现在都已经被拆光了。 Coach 也关着，也没有开，大概我觉得开的店大概只有有一半的店开吧，大概。Echo 开了 ，Tommy 好像有，现在有很大的折扣。我们看看 Tommy 现在，但是还没有开门。哇 ，Tommy 现在太夸张了，现在门口已经排起队了。边走边看吧，好多店都关着。我们到了客服中心，维密关着，前面是我们吃饭的一个中心，可以到前面去看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到了食品那个中饭区了，也不是中饭区，饭就这边就是一个 food court， 就是都是吃饭的地方，还是有好多人呢。啊，往回走吧，再走一圈。好了，丝芙兰还没有开门，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走。我靠，现在开门，很多店不是不开门，很多店开门都很晚，大家看都有人在门口等着，我估计大概都差不多是要一点钟开门，所以现在这帮人都在等开门。可能最近因为刚开始吧，疫情刚开始之后有比较大的折扣，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在门口等着啊，等折扣吧。Polo 还是关着， Roots 的新店开了，感觉好不错，全新的装修，这家是新的 Roots， 不是新的，就是说这是旧的店，但是重新装修过了。小朋友的娱乐中心现在也开了，有一个投影区。
然后这地方小朋友的游玩区还没有开，现在还关着，所以 coach 还是没有开。是的， coach 还是没有开。走得好累啊！我天！我应该把那个加长棒加上。等一会儿，现在在卡尔加里的奥特莱斯，还在排队。汤米。哇，这队伍排得有点长啊。我不知道他是限流呢，还是说还没开呢。似乎是限流的感觉，不是没有开，是要啊，他不是没有开，他是要限制人流，对，要排队。算了，我们就不进去看了。啊，这个排队不知道要排多久。但是现在价格真的是超级便宜，好多东西都只有三折、两折。好多东西都是两折啊，三折啊，巨便宜中啊。同志们，你们说我要不要排队到汤米边去看看呢？我感觉好纠结，算了，我不看了，我走了，没这个功夫。我觉得还是命比较要紧，所以我们走了，再便宜我也不要了。哈哈，拜拜汤米。啊，差不多了，我们撤了，我们出去了。以后有机会再带大家来奥特莱斯继续看看。这边这个奥特莱斯还是挺大的，而且因为这里的消费税特别低嘛，省的消费税是零，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到这里来买东西。好了，今天到这儿吧，我们要出去了。先回家再说吧。还是家里最安全啊，同志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拜拜。